南韩40岁演员李吉宇近期被大众最熟悉的角色是韩剧《我的出走日记》中的单亲爸爸曹泰勋。李吉宇所属的 Never Die 娱乐今天表示，李吉宇将在9月在济州岛与圈外女友举行婚礼，两人的婚礼计划邀请家人、熟人参加，以非公开形式举行。李吉宇随后也贴出一家三口幸福背影照闪瞎众人，并公开手写信亲自传递好消息。喜讯传开后，粉丝及演艺圈好友们也纷纷在底下留言送上祝福。